越来越热了，去游泳降温吧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多一次性杯子，不能留在这儿。我们知道可以做什么？将纸杯切成两半，剪边缘做流苏。将两端折进去，一个完美的遮阳帽好了。给你帽子。Thank you. 享受阳光吧。嗨，来一杯吗？又是一次性杯子，不要污染环境。别担心，可以回收的，不会掉进海里。女孩们用可重复使用的玻璃杯享受饮料。玛雅、乔、萨曼莎和瑞克来到这里，他们要去火星。开始吧，我们有足够的材料，现在一起努力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好了，不要忘了飞行员。取下颈部，切几个洞，将珍珠泡沫纸卷成锥体，用粗线做指甲，有窗户和门，小梯子通向里面，还有控制面板，闪闪发光的金属，向外太空出发，准备起飞吧，里面有足够的空间。出发，看风景，米娅很喜欢科学，她最喜欢化学、物理和天文学。新配方非常棒，会改变世界的，我们来做吧。添加一点这个。哦，哇哦，我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。再试试别的。可以把望远镜放大吗？把薯片盒子变成一个望远镜，涂成白色，也可以用纸板管涂成银色。圆柱体是银色的，连接较小的圆柱体。这里用肥皂泡的瓶子，哇哦，变焦很强，需要旧放大镜的镜头。覆盖边缘，这种管子可以做任何东西，今天用来做望远镜指甲，放在轮子上，用泡沫纸盖底座，添加控制面板，宇宙就在眼前。即使是最远的星系也能看得很清楚。哇哦，那是谁？真的有外星人吗？嗨，伙计们，我有一个惊喜，你们会喜欢的。这是第一套，不，太无聊了。教你做炸薯条，洗土豆，然后削皮，土豆切条，完美。现在用油炸，加热，这样又好又脆。炸薯条看起来很好吃，
嗨，我有更好的主意，做衣服吧。把薯条穿起来，用包装做紧身胸衣，还有徽标。哇哦，土豆裙，还有皮带。蜜兹穿着可实用的连衣裙。炸薯条连衣裙，没错，很神奇吧？哇哦，好多浏览量！现在我要穿去外面。薯条吸引来小狗，啊，好吧，你可以咬一口，不要破坏我的裙子。Hello， 哇哦，我们怎么没想到？我是时尚博主、美食网红，在别人吃掉之前拍一张照吧。将鸡蛋盒涂成黑色。这是我们需要的泡沫塑料，做脚的形状。添加墙，放在地板上，侧面加泡沫纸条。将塑料盖变成我们的设备。塑料吸管是麦克风支架。使用小零件固定。放麦克风，还有隔音环。准备好摇滚了吗？阿曼达见一位著名的制片人。Hello， 开始录音吧，从哪首歌开始？下一首单曲。但他不在状态，他的声音哑了，设备也坏了。怎么回事？但女孩们很专业，她们努力地工作修复这首歌。恭喜，太神奇了，合作愉快。有很多火柴盒，做一个衣柜，堆叠起来并涂棕色。用泡沫纸构建框架，侧面覆盖木质印刷纸。抽屉上有闪光手柄，可以把东西都放在里面。两个朋友来探索老房子，寻找宝藏，太有趣了。不需要任何东西，没用。你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也是。不。啊，鬼！你们有三次机会找到宝藏，不然就永远不能出去。相信你的直觉。空的。到我了。没有。最后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打开。耶，一个古老的吊坠。恭喜，我自由啦。哇哦，我们太棒了。亚历克斯一整天都在家，他喜欢看电影，吃披萨。怎么了？嘿，亚历克斯，去看新电影吧，你得出门了。我喜欢我的沙发，不要逼我。沙发好像变旧了，不太舒服。哇哦，这是拉力镇最棒的电影院里面的爆米花，好吃，去除多余的泡沫橡胶是座位，粘在纸板底部，
附上金色织物，完美的椅子，添加柔软靠背和装饰。在边缘周围贴闪光条带，用薄泡沫塑料做扶手，添加靠垫，并放上喜欢的零食和饮料，准备欣赏电影。如果你不去电影院，我们给你带了惊喜。哇哦，谢谢，很棒的礼物。大家都坐下来了，耶，真有趣。玛丽把裙子换成了环保的东西，用这些旧袋子粘在皮带上，一层一次，看起来不错。将它们拉在一起，穿上胸衣和袖子。瞧，哇，软木凉鞋很配连衣裙。朋友们出去散步，他们看见一个人拿着海报，他是谁？我去问问。嗯哼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提醒大家污染的危害，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浪费了。太棒了，我是设计师，可以使用这些东西。当然，我拿走了。咖啡听见。 OK。 男孩在等他，他来了。我来晚了，我在做裙子，看起来很棒，没想到可以做衣服。Thank you。 给你饮料。哦，天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塑料裙子可以防水。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。呵呵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人是谁？出现了多少次呢？评论下方告诉我们吧。